阿老表，我来，我买上羊排，今天给你做两个热火的菜。要得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的。今天这碗羊排啊，做两种口味的，一半手把，一半红烧，开干。切记哈，羊排分开，这块是手把，感觉了兄弟，简单分一下。加入清水浸泡过小时，泡出血水。哟，哦哟，还抢啊！那么对对对。浸泡以后放入汤锅，葱姜、高度白酒、白芷、花椒，加入清水，小火炖一个半小时。红烧的改成小坨。阿公，点火二，要得开干。凉水下羊排，下入葱姜、料酒，烧开热水，切点葱姜，八角、山萝、香叶、桂皮、高丸皮、海椒、花椒，出水后捞出来洗干净，锅烧空气下羊肉。先干炒哈，这样烧出来的羊肉就不膻。起锅备哦，锅烧菜籽油、猪油、羊肉回锅，放入香料，来点豆瓣儿，炒出红油，再加入清水，腌爆羊排，来点生抽提鲜，烧开转小火煮40分钟，时间到了，放点盐巴，大火烧热。阿公炒熊肉，差不多了，要留点汤汤，放入蒜苗，鸭子来起锅，再点缀香菜、小葱，红汤羊肉送你们。看到我汤很彪，把火煮出来的，点缀香菜、葱花，手把羊排送你们。就这个一排两位，我后几两瓶，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旺旺请哦，要得很个。哦，那旺旺先整块红色的嘛，八十半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大红。哎，包子，一点膻味都没得。嗯。哎，舒服过了。哎哇，整块手把的，哦，又湿又脱骨了。哇、塞！哎，太棒了！来点韭菜花儿，哎，巴适的板。嗯，这手把羊排必须用手拿着吃嘛。是吧？用筷子就筷子羊排。嗯，它这个原味好吃啊。这韭菜花是好吃，是吧？嗯，这是人家北方的吃法，呼伦贝尔，呼伦贝尔的味道。嗯，舒服舒服。嗯，嗯，哎呦，汤火了，热火了，香味。哎呀，舒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就说，喜欢我，喜欢付老师，请关注我们，关注我们，我们的店，拜了个拜。